好可爱哦，敢不敢抓？敢。好，每个人抓一只。来，活泼的兔子让师生笑弯了腰。大家上上。龙胜国小吴明德老师打造欢乐兔子园，内有育婴房、幼兔活动空间及操场奔跑区。19天的小兔子超吸睛，小兔子好可爱哦，好开心！学校有兔子园了，它们眼睛是红色的，这些兔子的眼睛好漂亮啊！现在是19天，它还没有断奶，所以呢，它要妈妈的照顾。下次呢，兔子很多的时候呢，你就抱它的屁股。对不对？而不是这样吊着它，这样会很痛苦啊，就吊着很痛苦。你说你用背啊，抱着它的那个屁股，对不对？这样抱着，它就不会挣扎了啊。为师生打造一处与可爱小兔子互动的乐园，起因为何呢？那起初呢，是因为我女儿想养兔子，那我又不想啊，把它养在笼子里面，所以呢，就打造一个快乐的兔子园啊，就在龙胜国小。啊，除了有育婴房，还有呢它的小小的活动空间，那更大的呢有在操场有一个兔子园。来到操场，老师把长大的兔子抱出来，来让它去吃草吧。兔子开心的奔跑，小朋友也跟着一起，孩子们述说兔子的特色，上了一堂仔细观察的自然课，也体验生命教育。原本不敢抱兔子，现在我敢抱了。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还是蓝色的眼睛跟绿色的眼睛哦。而且呢，它的皮肤也是绿色的。不过兔子的繁殖力超强，吴老师特别提出建议。兔子它的繁殖力很高啊，这一胎的是第二胎，那个小兔子的是第三胎，所以它很会生，一个月就可以怀胎了。如果呢，其他学校呢想养的话，啊，我建议你就养一只，啊，或者是养同性的，啊，都养母的或者养公的，啊，这时候呢才不会繁殖，不然繁殖了你会负荷不了。欢乐兔子园为龙胜国小校园生活注入新的活力，让孩子在观察与关爱小生命的过程中获得宝贵的体验学习经验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